其实你哋有咁多衫，有冇试过买咗唔着，甚至买错咗咧？起码 at least 都有八成系冇着过嘅咧。同嗰个 model 着嘅样系完全唔同咯，我着唔出嗰个气势咯。都有三分一嘅衫买咗系唔系点着嘅，就咁摆喺度。因为我喺外国买啦 ，size 咧即系同亚洲人嗰个系唔同嘅咯。拉链拉唔到。佢嗰粒紐又靠唔到，你次次著衫都係著面嗰堆噶啦，你入邊嗰啲我都冇見過你著。咁就係因為你搞到個衣櫃爆曬棚，令到我抄衫都抄唔到。有冇諗過拎啲衫去捐咧？好頭痛啊！嗰啲衫，因為我成日都唔係好想處理啲衫嘅。唔著嘅衫不如捐出去，令到舊衣循環再用。喺民政事務總署嘅社區舊衣回收箱計劃下。志愿机构会将啲收集到嘅衫细心分类、妥善处理，将佢转赠俾有需要嘅人。另外，社会上亦都有机构提供衣物寄卖，推广时装重用。咁有意义，你都一齐实践旧衣回收。